这里面是个硬的东西，修的时候不疼。你确定你不是玩的吗？我知道呀，我不疼的，不像去年那样的，你不用怕。你还有吗？里面反正有那个硬的东西。为什么会有硬的？等修过以后看，好大哦，玉米粒那么大，差不多。你看嘛，这个地方，这一片看到吗？这一片全是的，都不正常。嗯，这一片还猴子，还有啊，病毒又对。你确定你不是挖的？不是挖的。挖好了吗？不是挖的，不是挖的。你吃人家写的那挖，不是挖的，不像以前那样。也不出血，嗓子不舒服一点。今天吹了一天空调，难受。这身体还不好。嗯，晚上忙一点。你是不是找不着修过？找呀。那修多少年？这个。看这屋里的呀。对。那屋应该，反正就今天修房间，屋里好的也。这个学这个怎么说呢？我感觉好像是从里面挖过。不是的，它是挖包了。我不挖到你里面，你放心好了。我只是把这个硬的给你挖出来，只要你走路不疼就可以了。它都有点像我上次那个东西。这个就是猴子，就是。没弄干净，所以长了。本来预计是两次，就一次是吧？嗯。这花蕊基金没了。花蕊基金卖的比较老。这我那里已经不会去了。这个不疼吗？嗯。是的，我都看见那个了。看到了，它里面的黑的，我把这个弄干净，你看一下。这是什么？猴子。猴子。对。病毒幼。看见吗？这些都是的。给你修薄吧，修薄一点。还挺深的。再修一点，修一点先跑。修不到了，再挖一下，抱出去。你不用怕，这个又不疼。主要是我对你产生敏感。你不修，走路疼啊？快好了。你这个修一点都不疼的。不是，不见血了不疼。不见血了。这修过以后走路就不疼了。那是不是再过一两个月再来？
不，你反正长好了，你过来修修吧。不知道会不会自己笑？你免疫力提上去了，应该会吧。我看着会的可能性不大，到时候看吧，看情况。这个是病毒优，和身体免疫力有关系。免疫力低的话，它就容易长这个。这个是经过那个封包和那个冷冻治疗的，然后目前就这一个了，就是以前吧，这个脚底全是的，满脚底板都是。然后后期的话，我会把那个从治疗到康复的图片发到社区，就是大家有空去可以去看一下。他这个脚是经过封包，然后冷冻，然后治疗的，大概有大半年时间，大概在8个月左右。目前的话只有这一个了。像这个的话，冷冻然后不彻底，然后没有去干净，里面还有病体。这个除了冷冻封包以外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提高身体免疫力。从治疗到康复，我都拍了图片，记了档案，我会把图片整理起来发到社区，大家有空可以去看一下。